人在寂寞放下重担，我要自己编织未来，牵起双手，爱爱的暖包饭，亲吻着我，加点小小脸蛋，别再错过，难过就哭哭吧，不再寂寞，这就是幸福感，梦不断，害怕勇敢，需要有你陪伴。想你的过去还在你记忆里，不用问我就懂，有什么借口可以学习如何珍惜，不再让什么后悔莫及，看着我的眼睛贴近我心、哦、
你好，建安哥好。安安大明星，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聊天。今天来的这个是，对，是一个温暖的新朋友。然后最近这个他的作品受到很多的关注，然后大家很关心你晚上为什么睡不着觉。我也蛮意外这个问题。怎么会意外？你就是得人疼啊，所以你做什么事情他们都会关心。后来有睡着吗？有睡着。还是白天起来补眠？就是半睡半醒。哦，半睡半醒。那半睡半醒的状态下会让你有一些什么样，会突然有什么思考上面的错乱吗？就思考人生啊。哦，思考人生。多黑暗啊。哦，都突然间就这样。哦，那后来有谁解救了你那个补眠的这个安全感？就是有打电话给老师吗？他那天好像也说他想东想西睡不着。哦，是哦，所以你们还会研究一下互相之间就是。我是后来才知道。哦，不要这样子，没关系，我们没有必要多解释这么多。但是你们还是有哦，就是同一天吗？就刚好是同一天。人生到了某种状态上，同一天会出现一样的症状。知道了，就是。好朋友有时候节奏就会一样，是一个节奏感的问题。对对对，张航的声音有送出来吗？张航的麦克风是 OK 的吗？喂 ，Hello，Hello， 哎，有哎，好，今天的安安大明星是我们最近演了一部很红的网剧的张航，掌声欢迎你，张航来到现场。谢谢。你跟那个线上的那个大家来跟他们问好一下。Hello， 观众朋友，你们好！都追完《是非》了吧？我是非胜者张航。好，小飞，你喜欢小飞这个那个名字吗？可爱的称呼吧，应该。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哦、对，他们现在都叫我小飞哥哥，小飞哥哥。尤其是在戏里面、你是说那个悠悠叫你小飞哥哥？悠悠也是啊，观众也是啊。哦，那悠悠还会打电话跟你问小飞哥哥今天晚上会来接我下课吗？这样子。最近还好，但是拍戏那段时间会、真的、哦就是、对，一天到晚小飞哥哥一直叫，然后在我脚边也蛮嗨的啊，对，很可爱对啊。哦，那老师都叫你什么？老师啊，因为老师到第八集叫的比较那个，我们不好意思在这里帮他叫。你说私下吗？还是啊都啊、哦，我们都想知道。老师，其实我们都是之后都直呼名讳啊，然后就叫师一姐、哦，叫我飞胜者。哦，你说戏里面吗？没有，他没有叫你飞胜者啊。然后他还有叫。他都叫比较直接一点，就我们不好意思啊。嗯、但是他没有，有看戏就知道。第八集自己去。有啦，其实观众都知道。当然知道啊，不然他们怎么会那么爱你？谢谢。对啊，他们生活当中现在有去度蜜月吗？我是说那个戏里面啊，就是你自己想象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怎么知道那拍到哪里，戏就是剪到那里而已嘛。其实我觉得，那老师跟小飞哥哥有去。我自己的想法是因为剧里面、不是你的想法，是小飞有小飞有想要去哪里吗？对，他一定有很多地方想去、啊。那可以讲一下吗？比方说，比如说，我觉得他在之后跟那个师一姐的，先去看兵马俑吧，因为他是考古系，他有点小飞应该不会答应吧？哦、小飞不会答应。对，哦，好对，他应该走欧美路线。欧美路线哦。然后我觉得之后他们的主控权应该会交换，就是哦，真的，我觉得。哦，就是哦哦是，对比方说呢，举个例子嘛。比方说就是本来都是师一姐比较老师比较强势嘛，可能他说什么就是，但我反而觉得他这种个性是之后后续他反而是更温柔、更言听计从的宠爱。好像有哎、欸，那在戏上面就是那个最后一集的时候、似乎有一些这样的走向，可是看起来就是。小飞就是以柔克刚的一个完全成功的范例，这样子打太极的一个概念。所以那个你的个性去诠释的一个、角色，你觉得是刚刚好吗？还是其实我本身的个性跟小飞差蛮多的啊、哦，真的。但是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演戏嘛，就是。人该有的情绪都会有，只是不同的发泄方式。对对对，像比如说小飞在戏里遇到被霸凌、被欺负的时候，他的选择是默默承受，然后比较委屈、内伤、但如果以我本人的话，我就是会反抗回去嘛。哦、对，我记得有一场戏拍那个在学校里面我被霸凌，然后有一场就是哭得很厉害的戏的时候，然后我记得那场一开始导演就说，因为导演非常追求自然跟生活化，是他说你当下怎么反应就怎么演。然后结果当下不小心就是用太凶对太凶、哦、好，然后反而吓到那群学弟还是之类的、就是演那个戏里面的那些 对然后演完我就赶快想说，哎，不对，
导演赶快提醒我说，小飞应该不会是这样的反应。哦，他是叫你好好演小飞，然后让你那个账行收一下。对，有时候不小心跑出来的。哦，对对对，那你觉得就是小飞取得了那个生活的主控权的话，他会叫那个老师去帮他蛋包饭吗？还是老师感觉就这方面很弱啊，对吧？真的哦，对啊，他没有小飞怎么活啊？啊，真的，老师没有小飞怎么活？啊，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很对，胡子溜一溜，好像看起来很 man 这样子，其实什么都不会那种感觉。所以你们两个在讨论这个角色的时候，也是往这个方向互相去做一些那个讨论嘛？当时你在做这些表演嘛？那你的就是对手。一定也是会跟你有一些怎么样的那个研究，你们有特别在哪里是你们设计出来专门要让我们这些看这个戏然后着迷喜欢的人然后特地留下来的印象吗？其实我们小动作啊或是什么的。哦，有一个动作，但是其实我们都没有特别刻意想要设计什么，而是说就是情绪走到那里，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对对，是真的，是真的，因为这导演青荣导演本身是最嗨，还有你们两个是不是真的客气，是辉哥跟导演对，啊，辉哥就是有一个动作，好像他们都很喜欢，是他时不时会拨我的头发。哦，对对对，这个是非常自然，而且我们完全没有讨论过，就是那个剧本三角形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三角形没有，但是后来播完以后就觉得效果很好，然后就觉得很顺，啊，常会也播上瘾了，就开始这样。对，然后我也会播回去，就是你没有播回去啊，你都是跟他说不要摸了，就是会有最后的时候会有点在反弄他这样子。哦，是。然后还有一些，那被摸头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就是体温会上升，头会晕眩啊什么，就觉得很还是心跳会加速啊，那个脸会涨红，耳朵会突然间变成米老鼠，耳朵会这样，耳朵会动吗？没有，就是觉得很可爱，很甜。哦，对，真的是你本人啊，你本人把那个甜的感觉演出来。没有没有，是不要客气。哦，谢谢谢谢哥。对，然后讲啊，然后就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是那个编剧佩瑜姐，她是一个非常气质高雅的一个姐姐女生，然后她很可爱的是她里面剧本里面关于小飞的描述就很多那种错愕愣住大吃一惊，就是听起来很漫画式的这种形容词，所以一开始我看到就会觉得，欸，要怎么把它转化成一个真实生活人，真的会一直这样吗？处于这种瞪大眼或是受惊吓那种比较可爱的反应。对，那不好意思，你可以对着我们镜头瞪大眼一下，就是你刚刚讲几种状态啊，那个什么愣住哦，阿郎还有什么错愕，对啊，还有什么，你讲四个我忘了啦，另外两个因为讲话就是我们会认真看你表情，所以突然忘记，不好意思啊，另外两个是我也忘了。、啊，不好意思，我们到在我知道今天那个我们那个谢谢张航，这个昨天那个今天那个要来上节目之前，然后大肆的帮我们那个预告，然后一定要的啊，还有你很多那个追逐你的粉丝，现在可能偷偷正在翘班，然后往那个洗手间的方向去偷看十分钟也好，做得好，做得好，怎么可以？Good job。对，然后他们今天就是，哎，不用大家不用太过那个纠结，就今天晚上就是到张航的粉丝专页跟安大明星的粉丝专页里面，那个张航会把今天的节目置顶，然后你们可以好好在那个地方再跟那个张航好好的在那里那个互动一下，张航再开个那个 live 的聊天室去跟大家那个呼应一下。好，那我们现在对着镜头愣住。我也忘记这一段。没有啊，怎么可能忘记？我们怎么能忘记你的愣住？就好像现在要提供给大家喜欢张航的人要去截图，然后他们想要留下一个张航愣住。哎，不然这水平会有点碍眼。他们截了我一个非常经典的。对，然后就是这个表情包，我觉得还蛮好笑的。真的，那你就一个一个演，现场演给我们看。就一个，因为今天整个演很帅，有一个是什么？这就是怎样？这发生什么事？哎，好，没事。不是啦，我是说你做这个就是动作的，他们喜欢在下面做什么？没批啊，就是说什么委屈巴巴，然后嘟嘴啊什么什么。其实我拍的时候也没想到，哦，就是自然的，都自然的，那时候就这样呈现出来。对对对，有那个一些很特地的，你会去做一些什么样的那种角色上面的揣摩？哦，有，因为刚开始接到这部戏的时候非常兴奋啊，对，但是兴奋，然后冷静下来去看那个剧本的时候，就觉得哇。有难度，就有点错。其实认真去看之后觉得很难。是，然后小飞有非常多的发挥空间嘛。然后，因为他探讨的是不只是爱情，还有他单亲的亲情的部分，跟悠悠之间的亲情，是，还有跟叶子之间的友情。对。然后
我拍之前就特别去看了很多经典的男生男男恋的片，比如说《断背山》啊，《十七岁的天空》。但后来我发现看到最后不需要想这么多，就是投入下去，就是爱这个人，就这样子。是，对对对。所以那时候你们那个在对戏的过程当中，你跟你的对手就是有过一段就是非常那个密切的一种互动。有有有，对对对。这方面我很感谢辉哥，他比较主动，因为我个性比较慢熟。对对对，然后辉的心永远与你同在嘛，这是你昨天。对对对对。现在就是你的那个 hashtag 上面一定要有这句话，这样。也没有一定要有。干嘛这样子？你不是说后来补上去的吗？全对了对了，不好意思，被发现。没有没有没有，这不用那个，就大家都知道那个。然后如果有人现在正在那个安安大明星的那个直播的底下在留言，真的吗？哦，有的留言要问什么什么，要问张航什么的吗？啊，你自己看呐。啊，什么？没事，就是那个，今天就好好在这里欢乐一下。你们好。啊，赶快跟大家打招呼。Hello, OK。也许是翘班的，要这样赶快先回去上班，晚上再看没关系，好不好？对，但是等会开着就好，流量在这样就好了。你之前经常在直播上面就是分享这些。其实我不常直播哎。你自己也会做这种？不是，因为我就是一个据点王啊。对啦，我不是很擅长。如果偷偷跟他讲说，其实我们两个认识一段时间，但是他可能也会吓一跳。对啊，也是因为认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所以今天聊就特别放心，放心，放心。而且我今天其实一直想问你，我应该是你访过最，应该会是最难聊的艺人吧？不会啊，哪会都好聊啊，聊大家来都没有。你今天是大家的一个新清新的。哎，我们制作人说什么？小美好，他自己对你很多，他对你有一些很多的期待。然后我觉得，你是现在在这个行业当中被很多人期待的一个新面孔。然后借由这部戏剧，然后让你当就是终于被看见了。我刚刚也就说，哎，认识张航一段时间，其实这不是你的第一部作品，不是第一部，但是第一部担纲重要角色的作品。对，他虽然就是。只是一些比较不是太长的篇幅，然后可能每一集大概二三十分钟左右，但其实对一个愿意乐意表演，然后投入表演，然后甚至于我知道他平常其实以前是一直自学很积极的人，上课啊做很多准备，那我觉得就是刚好搭上了一些现在大家期待的流行的，然后你真的又在形象上清新到让大家觉得太脱俗了，就是有仙气逼人的概念。是口香糖吗？对，你本身就是一个口香糖，但是我们可能只能问江常会说这个口香糖嚼起来是什么感觉，因为到目前为止应该也只有他吃过。 对, 对，应该只有他知道。所以对啊，那今天你有要打电话给他吗？今天本来想打给他，可是我真的哦，怎么好意思？对啊，真的人够义气，应该的吧？但是应该的。所以你们多久会打一次电话互相联络？其实我们有事没事都会赖一下。我真的觉得这种事情他们应该也很开心啊！你们有事没事都在赖什么？其实我你们有想知道吗？你们如果不想知道，我就不要问这个问题。哦，好啊，看有没有人想知道。哎，没有没有，现在他们都先祝你情人节快乐啦。OK， 谢谢谢，情人节快乐。那你有祝那个辉哥情人节快乐吗？有啊，我们早上才赖过啊。就是，好，什么？哎，你说，我休息一下。啊，赖什么啊？你讲啦，就是不用理会我，真的。今天就是你的，今天是你的，我们也不会聊，也没有聊什么特别的，就没有你们不特别，我们都觉得特别。你说一下啦，对，有问他早餐吃什么吗？没有，因为他最近真的忙着拍戏。哦，你怎么都知道？然后他身处一个似乎是荒郊野外的地方。荒郊野外耶，天哪，那怎么有谁帮他洗衣服啊？这个，真的是很为难人家耶。谁呀？好，你聊你的，没关系。我只能跟你聊天了。啊，没事没事，当然很开心啊，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今天就是一个非常愉快的时间，然后看到张航来，然后觉得是一个开心的时间。谢谢谢谢。然后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啦，其实你也应该祝福一下就是你喜欢的粉丝朋友们。我觉得你的生活因为这部戏之后应该也得到很多的新的那种支持，有小幅成长，有成长。别人说小幅成长，哥也认识你这么久了，对啊，那就终于有一些成绩，然后你应该也足以就是让自己在这段时间里面就得到一些哇，看到就自己的坚持是有意义的。对，其实一开始很意外，但是也很开心嘛，一定会很开心，因为你受到一些肯定，然后有更多的人知道你。对，但是其实。我这个人就这样，开心过了之后就会回想，
就回到正轨去想说，那接下来还是要过你的生活，有还是要继续努力下接下来的日子。所以有希望做一些什么在表演这件事情上的挑战吗？比方可能类似你对自己会有一些设定吗？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比较特殊题材的故事作品，那其实张航一直想要当一个演员，就是一直是很坚定的自己的演艺的志向。对啊，那你有想特别挑战什么样的角色啊，还是什么故事？最近应该邀约会次数会多过之前很多很多啦。有一定有。对，那金安哥刚说的你要讲远一点的吗？还是没有啊？就每一次都就是那是一种期待吧，也未必是远近的问题，就也许刚好就碰上机缘了，那就邀请就来了。所以你想要演一个叛逆的学生，那也许就很多那种剧本就是其实都在等你了，也不一定。我很想演那种以前那种极道先师是吗？还是 日本的那个，就是全部是流氓学生，就是把脚弄抬到那个半天高，然后头发弄得很浮夸，然后就是个 流氓这样子。因为那个其实张航就是也算是一个那个小文青来着，其实平常很爱看戏啊，自己就是跟你就喜欢瞎看啦。对，没有瞎看啦，你会去研究别人，就是这就是至少是我认识的，你知道你常在这样这个做的事情。然后我只是在讲说对表演这件事情来讲，就是很多演员会有很多自己对那个一些戏的期待嘛。对啊，你有特别看到最近什么戏啊，你很想哇那个角色如果我来演的话我也还蛮开心的这样？有啊，其实我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比较偏斯文啦，就是所以我希望可以之后努力打破这个印象，然后挑战比如说像法庭戏啊、律师啊、职人剧或是警察。那我觉得最大的梦想应该是比如说男生都该拍一部像寒战这样子的片嘛，对，比如说彭于晏啊跟对无间道这类的，就是带一点那种那个特别的那种气息的。对对对对，然后不是日常生活当中常常看得到的那种角色。 对，就是真的离我们很遥远的那种世界的东西。对，然后因为我其实演了学生蛮多的，几乎我就几乎被找到，因为你就长得就是学生，张航也还年纪也很小啊。对，算也不小了啦。好了，没关系，他们都知道，大家都知道。其实 对，所以希望还是有一些突破啊，比如说演一些就是上班族的或是一些相关的比较成熟一点的男人的戏。是，对。但回到你之前的作品当中，就是因为你知道看戏的人哦，就是当他着迷上这个故事以后，其实也会帮剧中的角色去做某种自己的那个创造跟完成。对，他们可能还会继续帮你写。对，你有特别印象深刻，就是因为我知道其实你跟喜欢你的这些粉丝朋友的互动都还蛮算很友善而且算频繁，你有特别喜欢谁为你这个之前那个非圣者的角色啊，亦或是非圣者的生活做过什么样延伸出来的描述，是你觉得还蛮有意思的，也许他真的就是这样，在你想象当中的小飞也是这样子在生活着的？有，我印象中有一段是粉丝自己二创作，对，他就在写说，因为他们觉得我戏里面有一段他们很替我委屈抱不平，就是有一场在合体的戏我很难过，但是老师那时候选择骂我，然后就离我而去这样子。他们对那一场一直替我抱不平，然后就是所以他们在二创之后，就是把故事延伸之后，就老师来温柔的低声下气来跟我弥补这一段，然后讨好这样。是，对。所以这段你觉得是合理的？很合理啊。所以说有续集就应该这样演。是啊，这段应该是重要的戏。太过分，太过分。这件事情就是，所以你在这里面就是大家是疼惜的多过于那种 是，好像是，但是对你的那个对手，大家也好像也都非常的喜欢，很喜欢，对吗？你们的那种组合就蛮特别的。对，我觉得这归功于导演跟编剧，真的是就是还蛮清新的。所以其实接到这样一个特殊类型的故事，反而让你创造出一种对表演新的观感。有，一定有，因为欣荣导演在交戏上面就是带我算大开眼界嘛，还是对啊？因为他欣荣导演之前作品是花甲嘛，是，对，然后他非常要求就是写实跟自然，所以变成说我现在演戏你就会一直去想说，你平常不可能讲话的时候什么都不做嘛，至少边喝水边讲或是
这些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你都要把它带入戏里面。对。那回到张航的角色啊，在这种白色情人节的时候，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需要去回应给，给一个对方的话，你可能会做什么样的？他们说白色情人节是那种对喜欢的人，就是是回应吗？是这个意思吗？我其实很不浪漫的、欸、我没有在不是不是我让不讲出来说我们不太理解好像这样不太对劲但是好像是这样、那好了如果今天有人就是对你告白然后你也喜欢他选在这一天、然后你要反馈给人家一个爱的表达这样子你会用什么方式啊像你长得你看似那个温文啊其实内心就是非常的霸气大野狼没有大野狼所以你说啊，你说你要给我一个范例啊，我没有范例啊，就是你就是我们大家的范例，没有凭空啊，就是有人跟你告白，我怎么知道会是什么？就看是不是喜欢的人啊。讲讲讲讲讲堂会这样也不是对人家也不好意思，他今天又没有来，他今天没空。对对对，然后他你们哦就是你有今天是真的跟他联络过了，真的、啊、真的、啊，对啊对啊、哦，真的真的，他现在已经进到下一个那个工作的团队里面了，好像是，对，所以就是也没有办法陪同您一起，因为他那边好像首选不是很好，他常常没网络还是哇，那所以你们真的要联络的话，还得真的是他去，就是特地到一个网络好的地方跟你赖上两句、啊也许，然后啪啪啪啪又跑去那个工作，这种也算是结交了一个那个演艺圈的好朋友，是啊是啊，因为。其实我蛮意外，大家说我们什么互动不错，什么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看起来就是类型不太一样嘛。他看其实我们两个频率蛮对的、哦、他看起来酷酷，但他其实非常心思细腻、对他非常的周到，想的都很周全的一个人。有去看一些他自己的那个专业啊，其实他对这个角色也当时感觉得出来就很用心，他写的很多。就是戏里面没有的前传啊，还有一些什么，对，感觉像说你哦，那就是你们是两个认真表演的人，所以这部戏才会得到这么多的回响。因为我跟他其实我觉得我们之间的相处蛮简单的，也蛮容易的，就是也不用特别找什么话题，是，然后也不见得说随时都无话不聊，但是就是我觉得一起经历过这一段，就是有一个革命情感吧，然后就是。对彼此有一定的信任跟了解，对啊，也算得到一个好朋友。就是我今天压力也很大，怎么了？因为你太红了，所以这边有很多人就是有一些想法，我也深深的担心，就是服务不够周到。会，我今天一定会记得叫张航自拍啊，不然先自拍好，我怕等一下忘记了，你可以先看到自拍嘛。应该是对后面再拍吧。没有，怕大家会，因为他们说一定要有，所以麻烦你等一下。好啊，就是我们先做这件事，然后等一下又想到我们可以再拍 Part Two， 就是今天是在走这种概念，就是节目当中有一些流程上，哎，开好嘞，好，你先自拍一下啦。你平常自拍有什么习惯啊？ 我其实不太愛自拍，不太自拍，我不太爱自拍，就是有时候有需要。没事，那你先用张航的自拍，这是张航还是小飞？你要解释一下。说要分开是不是？一定要啊！就你现在有两个，这个是张航，是张航啊。那小飞是，这是小飞啦。所以小飞跟张航的差别就是微笑、欸、被你发现了没有这样看的、啊、我在现场这么近对啊那张航的微笑是什么你可以拍张张航的微笑吗跟拍张小飞的酷脸张航微笑不会露牙齿是这个意思对、其实我觉得我跟小飞有一定程度是蛮像的当然啦、不然他们怎么会希望对你这么喜欢好随便好你就多拍几张好吗就是从现在开始拍到节目结束也可以啦OK 啊 OK 啊反正就是我们有服务到大家的需求就是今天就有很多张那个自拍的照片你知道当你对的时候做什么事不够不够不够就是这很尴尬为什么我来上面一直自拍啊因为是今天的我们要聊天啊没关系你今天是来服务想念你的人你想喝水就说嘛哥不会我自己喝就好我自己喝你不用太那个在意我那个你多拍几张嘛你也可以躺在我们帮你准备的这个豪华沙发上对啊，霸气！你们这样想要拍霸气的王子的概念吗？好，张航今天要拍几张？20张，随便他拍吗？够了，够了，已经有10张了。不是，那你再换几个 pose 啊，没关系啦。哦，你跟我一起拍？我不用啦，你拍就好。我们等一下私下再拍就好了。这是在节目上，这是要给那个今天来看你上节目的大家。我们要玩，这样光不好，对不起，那光比较好的地方在哪里？
那拍一张，就是拍一张假设假、哦，我们来拍情境好了。然后你要拿一下麦克风，那先拍一张，就今天是情人节、嗯，然后要拍一张给你的阿拿达的呢，小飞，小飞，我们现在小飞、啊啊、在小飞的角色里面，好不好？情人节这一天要拍一张，就是要传说情人节快乐的照片，这样子。好，好。不用担心，好害羞，你为什么好害羞？哪位什么叫一直做这种事？很可爱啊！哎呦，小瘪嘴。因为他今天不在身边，所以哦，对，是安娜，所以下面就写说你今天不在身边这样子，大概这种概念。回来处罚你哦，之类的。我没有说，对，哎、欸，还没拍完呢、啊，对啊，那还这一段已经。我们节目时间不多，没有，我们节目时间很多，就是为了你的。哎、欸，怎么被他关掉了 ？Siri 都跑出来了。好啦，哎、欸，在那个戏里面，你是一个厨艺高手、欸，哎，对，真实人生当中最擅长的那个菜色是炒青菜、炒肉之类，炒一炒。哇，这么会？那没有很会，就是炒是最基本的。你以为哪会啊？很难哎、欸，就是盐啊，加一加，这样子翻炒一下。你认真？就只会这样子。那你有煮过给谁吃？你有被评价过的吗？讲了一副好像很会的样子，家人当然都说 OK 啊，但是主要就是自己吃得饱就好了、啊。对，所以你比较喜欢去买什么材料？我其实比较喜欢用火锅，就很方便了、啊。你就是懒，对，煮一锅东西丢下去一个汤底就好了。哦，对。那炒青菜你最爱吃什么青菜？空心菜吧。嗯，怎么了？没事啊，就问一下而已啊，因为就是你知道，就也只是个话题，就 okay, 就是主持人今天只是负责让大家多知道一下张航的喜好。好，可是戏里面的那个小飞好像是蛋包饭高手啊。对。那我们今天有这荣幸，请你现场做个爱的蛋包饭吗？就是你主题曲嘛。但这里好像没有空间。我们都可以，没有没有，这就是空间啊，空间这么大，整间办公室都是你的厨房。还是我这样一下，然后等一下就卡接。这样一下就有吗？对，卡接就会。会等一下啪嗒一下的。卡接吗？你说要跳起来这样子？你现在是拍戏上瘾，然后做特效。我们有帮你准备好炉子啊，好，还有锅子，重点是还有一个助手。真的吗？对啊，不知道助手来自我介绍。没有助手不用自我介绍，助手只要出来就好了。对对对对对，助手准备出来了，那你不要吓到。爱的蛋包饭，爱的蛋包饭是你要做的主题，跟助手没有关系，助手就是助手。好，对对对 ，OK。哎，你今天还有带吉他来耶？对，是不是？就是本来就在装饰，哪是装饰？那是你个人的那个，这是我自己的琴。对哦，你学多久了？我其实这一块我就是兴趣，个人喜欢了，嗯、但是也不厉害，所以就好啊。那我们先做蛋包饭，做个开场之后，那你把它做完之后，我们再来唱歌。好、啊，你现在想笑的意思是没有要做完的意思吗？没有，我怕大家不想听，就是不会啦。今天没有人不想听，不想听的人都已经离，就已经都已经离场了，难怪现在一个人都没有。没有啦，现在都是办公室里面，只有警卫北北在。警卫北北在那个外面，而且就是那个，哎，好了，那个助理啊，赶快把那个锅跟那个炉拿进来。哇，为什么你要戴那么可爱的耳朵？对，我们逼他的，你不要这样，他也是千百个不愿意，但他被我们强迫，就是要有点造型。他现在都不知道油跟你要直接送进他现在不开心你不要搞他手不会手足无措拜托他超活泼的他现在帮你打蛋耶、欸、对啊没关系拿上你不要在那边另外那个对直接拿先慢慢一个一个放进来哦他在那边煎哦好好好那你过去陪他一下好了、哦、好你先帮他打个蛋你要拿麦克风去啦对这段就由你主持你的那个什么由我主持？对啊，小飞的厨艺教室啊，哥陪我一起来好吗？天哪、啊，你现在那段都给你，哦，一起要去哦啊，怎么好意思？当然要一起来啊。好啊，啊你他那个蛋包饭有如你所满意的样子吗？哎呦，哎、欸，这饭量对小飞来说会太多吗？太多了吧？真的吗？那小飞大概饭量是怎样一碗哦？还是对一碗？你打蛋是这样打的吗？你确定不是在泡奶茶吗？你可以帮他打蛋一下吗？哎啊，当然我们用杯装打。哎，不好意思，我们在这里就是塑胶袋怎么了？啊、哦，烧起来！哎呦，谢谢你哎，好好。锅热了吗？等一下啦，你不要那个让那个小飞自己来。就是加几颗蛋。哦。哎、啊，所以通常你在那个戏里面煮给悠悠吃，大概打几颗蛋？两颗。两颗哦。哦，好好好。所以要再叫他帮你加一个的意思吗？是也没关系，没关系，它已经打开了啦。对啊，我们刚好今天很巧，只买两颗蛋哎。哎呦，你干嘛喷到你自己、啊？那请问一下，那个小飞老师，那个打蛋有什么诀窍、嗯？打蛋的诀窍、哦，
我刚刚都传授给宝宝了，这位哦，你怎么说叫做宝宝？我怎么不是？叫宝宝啊，刚刚变成宝宝啊，你传授给宝宝。啊，先放油哎、欸。哎呀，那个铲子在这里。你平常在家里会自己做蛋包饭吗？还是你是为了拍这部戏才学的蛋包饭？啊，真的。那戏里的蛋包饭都是你亲手做的吗？一部分是。哦，真的。所以你大概那个程度上，蛋包饭可以做到什么样的阶段？蛋皮煎好，饭包起来。可以把蛋煎得很漂亮。哦，真的吗？天哪，我们这个荣幸哎、欸，让你，这是你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煎蛋吗？是。油太多了、欸，宝宝，现在变成炸弹了。好，快点，哎、欸，你要一边解，就是你知道，就是有点厨艺教室要老师要一边解释。你是型男大主厨。OK，OK，OK， 型男大主厨，你本人是，对啊，你可以解释一下你目前的那个程序上到这个地方，哎、欸，真的很美哎、欸。没有。然后待会就翻一下。翻一下。你现在是小费上身，不太讲话了。对啊，有点紧张。紧张什么啦？这不是我的拿手菜。不然你拿手是什么？我们弄错了、喔，原来蛋包饭不是你的拿手菜。蛋要翻面吗？要，待会。啊、那宝宝等一下，宝宝那个他还没好。哎呦，帮他扶好，帮他扶好。火太大哦、喔，还是？对啊，等一下整个焦掉。哇，整个焦掉！天哪、啊，你很注重那个。啊、喔，不然怎样啦？哎呦，天哪、啊，天哪、啊！然后让它热一下吧，热一下，热一下。那所以再就麻烦宝宝，不用了哦。能翻到这么多，宝宝你要自己吃完吗？哦，他说他来，我们吃，我们没有吃啊。不是说好你吃吗？对啊謝謝。然后呢？这样，所以你要交给他处理的是这个意思。我觉得他应该蛮厉害的。我觉得他饭放太多，这是他自己的分量，对不对？对啊，对啊。哎、欸，你自己比划两下好了，让那个我们让那个摄影大哥帮你拍一张那个小飞的那个厨艺教室的照片。对对对。啊、哦，好好好，还习惯吗？就是有一种就是你知道，世一杰老师帮你饭真的太多，饭真的太多哎、欸。一般来说包不起来，包不起来。所以这样悠悠会吃太饱吗？悠悠哦，他没问题，他可以吃两碗。真假的？你干嘛抱一个小女孩的？不好意思，手。小心。炉子是烫的哦，好，两位小心，没关系，这个站下来处理。好，我们蛋包饭完全就变成一个开口笑的蛋包饭，现在呈现了一个饭在蛋皮上的概念，对对对，很会耶。所以你有帮悠悠带过这种便当吗？有啊、哦，我们去那个上面那里再画好的啦，好不好？来来来，那我们先回去，让宝宝你帮我们送过来，好好好。哎、欸，我们好荣幸哦，让你在这里做蛋包饭哎，然后告诉人家你真的是会的，没有啦，干嘛客气啊？真的是，有人要吃吗？网络有人留言，那我们送，没有办法送去给他们。有人评价了一下小飞的厨艺吗？不瞒说，就是有点老花眼，看不是很清楚。你可以看一下有人在那个对，怎么了？你的朋友说什么？饭真的很多、啊，真的很多啊，可以吃两餐吧。我们就是饭桶啊，怎么样？不要，你冷静一点，你不要突然间，不要赌气。不是，你这样突然间耍小孩脾气，这样不好。哦，不好意思。对，没事没事，小飞，我现在长好。啊，你，我、哦、现在长好。对。哦，啊，刚刚那是小飞。对，刚刚小飞。小飞他会说是饭桶。对，都是他，哦、都是他吃、欸那。那你还是当小飞好了。好。小飞他们应该就比较习惯、哦欸。你要帮他画脸呢。用这话也太难了吧？不然呢？通常不是都平没有？我们今天就对面的那个素食店只见得到这样子的那个。今天是在考我哎、欸。没有啦，这是开心的事。水杯拿得开哦。天哪，我们今天找了一个可爱的小厨师哎、欸。等一下，你要先画什么？你今天的画风可能会是今天哦。对啊，就画招牌的那个。招牌的那个表情吧，好好。你觉得宝宝会想吃吗？宝宝不想吃，但宝宝不说。我要瞪他一下。宝宝现在，因为宝宝现在不能拍，因为宝宝把耳朵拿起来。宝宝现在在忙，宝宝在帮你发稿。宝宝很辛苦。哎、欸，你觉得那个，就是在那个蛋包上画画、这个 idea 是那个一种那个培养感情的一种好方法吗？是啊，是啊，很可爱，你不觉得吗？然后那个小孩真的很厉害，他可以把笑脸画那么大，他很爱吃番茄酱，我觉得。他可以吃完整包番茄酱，吃完整包哦。哎、欸，那你拿那个蛋包饭让我们拍一下照片好了啦。啊，你要笑脸往前哎，好好好，先拍一个那个。天哪，这是一张笑脸哎！大家有想要吃这个蛋包饭吗？
哦，感觉很好哎、欸，超酷的，怎么不怎样？说的哦，好好，我们都想吃哦，不煮多一点没办法啦，你们要来这里吃吗？我们就没办法送给你们啊，真的是很辛苦哎、欸。平常蛋包饭是你会做的餐点吗？不是，所以我们刚刚应该是买空心菜来才对，让你在那边炒来炒去，对，炒个沙茶牛之类。不会啦，就是这戏里面的蛋包饭对你来说也有很多的那种，应该算是一个记号。对，是、嗯、然后让它成为一个很温暖的，它是一个象征，就是很温暖的一种感觉，然后又把那个大家好像就是通通都串联在包在一起，对对对，然后让那个小孩。你就是那个，好会形容，对啊对啊，你就是那个，哎、嗯，那所以老师是蛋包还是饭？老师是饭，然后我把它包围住。哦，这样子，嗯、好，你开心就好。就我们所有没有，就是因为那个戏是你在演的，所以角色当然是由你来定位，这件事情是没有错的。我觉得就给观众去感受吧，因为他们其实也蛮多想法，也有认为我对。我自己啊，对，你把话讲完，对。就是他们其实也会觉得我跟诗怡姐是互补的、嗯、也不一定说谁照顾谁，我们都互相的、嗯、对，他也有他脆弱的地方嘛，就是什么生活白痴什么，对，没有啦，这事情应该说这故事让大家有共鸣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就人没有谁、嗯、就绝对的好像都是一直的强势，当然当然真实人生啊，真实人生当中就可能会啦，就有一方感受上来说是比较被保护的，但是永远都是互相，这种感情才会长久嘛。那你们就是演出了让大家有感动的那种日常，对，把那些事情就是故事写得好，真的真的，然后你们也诠释得很好，你觉得 你真的是让人家觉得很有温暖的，谢谢，感受的一个人，然后看到你呢可能在某些心情上会得到很大的疗愈，谢谢，就是会是平静的啊，然后也会看到你的笑容，就觉得啊，人其实都有一个腼腆的过程，然后也许他们都忘了他们以前那个样子，然后看到你的时候是一种保持一个有童心的感觉吧，我觉得。就是至少在那个状态当中，他们应该就得到了很多很多的心情上的就是舒压、嗯。有，其实我很感动，因为真的有很多人私讯我说，这个故事我们演出了他遭遇过的一些类似的状况或什么的、嗯嗯嗯。我是觉得哇，真的很谢谢这个故事带给我的。对啊，你看你到现在，然后整个人的声量变得更大了，然后你讲话依然还是这么的温文，就是也不会突然拉高分贝，然后为了要来到直播节目，然后就是整个人来疯这样子，也都还习惯吗？就是突然间很多人在注目你，没有很多啦，真的没有很多，有啦，不然哪里发个文啊，就那么多人呢、啊？哦，饭有人要吃那个饭吗？就现场哦，就是你说那个刚刚宝宝要吃饭吗？宝宝饿了，宝宝饿了，那我妈送把饭送去给宝宝，哦，可以吗？宝宝想吃，当然可以啊，宝宝，宝宝你想吃饭哦，送饭给宝宝，好，你送饭去给宝宝，啊，记得回来哦，好，啊，我帮你看，啊，就这样哦，宝宝你收礼物这么随便哦，你再回来啦，那你在台上颁奖好了，宝宝说一下那个对，宝宝对饭，你访问一下宝宝说我的饭，我做的蛋包饭好不好吃，帮你把就是把这个当做。那个今天的礼物送给宝宝，这样子。今天是白色情人节，宝宝，我为你做的饭。啊，你不用说两句话，把它吃完。情人节快乐，把它吃完。啊，好不好吃不用跟我讲。你是很实在耶，天哪。对，好吧，我们已经把那个蛋包饭送出去了。嗯。哦，真的。他说你声音超级暖的。有啦，不要羡慕啦，对啊。宝宝在这里，宝宝很开心、啊、真的，我想要变成宝宝。哎、欸，对，下次应该开放报名宝宝单元啊。如果哎、欸，下次如果你再来，我们就再玩一次宝宝活动，然后再下次就炒空心菜，然后我们找想当宝宝的人来吃。这节目最近在转型，想要做不是不是，就是为你做，我们现在帮你量身打造，是吗？现在是哎，还是其实个人想做菜，对不对？没有，我是觉得我很希望就是张航就是越来越多人喜欢，谢谢，然后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是我很开心的事、嗯。然后现在看到你的那个不管是 Instagram 上面或是 Facebook， 你很多的那个平台，哎，那你的那个密码找到了吗？你看你连哪个平台掉的密码、哦、人家都会很关心，怎么他已经不见了，还在努力当中，真的、哦、对对对，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找回来？因为那个是当初要绑定一个手机号码，但是已经 没在用了，所以比较麻烦、哦、所以有点为难，对，我已经、啊、也不能再重开一个，我有想过要重开一个、哦、对啊，好，那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
就是那些关心你找密码的朋友说目前密码还没有找到，我有在跟关心你的粉丝的互动。好，今天你既然带了吉他来啊，那我们有这个荣幸就是让您在这里演唱一下，怎样？不好意思委屈大家耳朵。不会不会，你现在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好，因为我最近很喜欢一首歌，然后我在 IG 上面放，有，对，刚好这礼拜听到，然后就稍微学了，偷学了一下。对、哦、对对，那平常唱歌也是你在做那个表演练习当中的一个自学的？我就是纯粹个人兴趣。我跟你说，宝宝在吃蛋包饭，宝宝吃得很开心。哎、欸、你快吃完了、欸、宝宝快吃完了，我真的觉得好惊吓。宝宝你还好吗？宝宝宝宝吃的还 OK 吗？宝宝很好，不用不用，你吃就好。我跟张航，我等一下会去餐厅再去吃别的。我跟张航这么熟，对啊，宝宝应该很想被张航喂一口啦。但今天先没有提供这个服务，待会再说。给宝宝点歌吗？宝宝要点歌，但先让张航开个嗓。他是一个事情没有做到一点点那个，让他不担心的准备，他也不会去表演。OK 了。你不要一直在腼腆，让我显得好像一个 大野狼，然后一直在逼迫你做什么事。啊好啊，那我就唱一首，唱一小段。你是本节目到目前为止就是人气王，但是讲话分贝数最低，然后大家都没有走的。哦、真的吗？但是我又觉得很心急，我不是一个这么爱讲话，怎么一直要把时间填满的人？你知道，就是会担心说你们会觉得空气凝结了，然后是网络突然断线吗？为什么没有声音这样子？我那时候做一些工作，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就跟大家没有，你不要，我比较难聊。不会，你超好聊的，我们两个私下这么好聊，怎么会？只是在这里，我们一直在希望。就是让张航今天有更多的好的状态可以被大家发现。謝謝。嗯、你喜欢看粉丝怎么样的留言？其实我觉得他们有时候都很有创意啊，他们常常帮我们画图，我超级喜欢的。哦，超级喜歡。我发现我的粉丝都很有才华、啊，就是我能被他们粉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真的，因为你这样说，大家会感动落泪耶。没有，我是说真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好厉害，就是又会写文章，或是又会二创故事嘛，然后又画画，帮、我们画了很多漫画，就是在我的那个 tag 我的地方可以看到。对，然后我都有把它收藏起来。哦，你都有自己把它收藏起来？对，我都会把它存起来。那你即将会有一个机会跟他们见面，对不对？对，我那是4月14号，是4月14号、欸，就在一个月之后，在一个月之后，今天是3月14，对，就刚好整整一个月。哦、在台北的 Neo Studio， 对、哦，几点啊？几点？这个是还在排？什么？哦，粉丝团有公告，会有公告。他们两个姐姐很紧张，不会啦，你今天来就是负责让大家知道你们接续还会，因为你的戏就算是一个已经是完整上架的状态，之前大家要每天被你在那边撩的这个心情，就是很受到很波动，是不是？波动，对，算是一种虐心啦。哦，有一天，就大家很深深的跟着一个戏在走的人，就会，哦天哪，你明天到底会怎么？尤其可能第六集转第七集再转第八集的时候，就是大家应该最想要打人。尤其是那每次片尾要出来，片尾曲要出来的时候，哇，就开始在那个豆腐、啊、这样子，大家就是觉得那个豆腐非常讨厌。为什么？就因为他一出来就代表这一集结束了、哦，所以对整部戏哦最受人讨厌的。是那块豆腐。豆腐，对。然后为了这个，我们上一次这是粉丝告诉你的吗？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啊哦，大家都知道。然后有一次，我们就为了这个，还再一次活动，就是大家切豆腐给大家看，就是狠狠的看。哦，对啊，我们今天没有准备豆腐来给你切，没关系，没关系，不用。但我们今天有爱的蛋包饭，对我们来说也算是一个相当觉得特别的礼物。对，好，那、啊、你要不要弹吉他了？好啊。拜托啦！什么叫赶快过这一关？就是今天精心安排，想要让大家有什么好不好意思的？大家的耳朵，我帮你拿麦克风，这是我荣幸哎！天哪，终于帮弟弟拿麦克风，让他好好表演。怎么了？哦，你看制作人上来帮你调那个。哎，你要往那边走，那我要坐你旁边哎，才能拿到你的麦克风给你唱歌哎。等一下，那我当然要往哪一边站？张好，你可以那个半面向我这边吗？好像有点难哎。为什么？不会啦，他要调麦克风的位置，这样镜头比较好抓你啊，这样我麦比较好弄。我可以看歌词吗？哎，不可以，开玩笑的啦，我怎么敢这个地方，我在这里怎么敢对你做出这么严格的限制？等一下被他围攻，那我怎么？忘词就太失礼了。不会，你怎么都是对的，你可以唱忘词版吗？我拜托你。忘词版就怎样？阴阳啊过去吧。OK 啊，他们应该怎么唱你都。我不想 OK。
哦、你不要这么纠结我们大家都开心对啊那通常释义姐应该会想要听什么歌释义姐哦她喜欢梁静茹的歌对你是说你现在讲的是释义姐还是江常辉你要讲清楚啊对啊其实我觉得因为我刚刚觉得你的答案是江常辉不是释义姐但我觉得也是、啊、哦也是、哦、就是她内心很温柔她是考古系的、欸、考古系的、哦、考古系要听勇气哦不然您觉得我不知道你们的生活我不了解对啊你现在是要你现在在嗓还是已经要正式了哦好好你怎样好吧那就来吧就来了是不是不好意思、啊、不会不会、欸、这个麦克风的位置这样对吗我好紧张哦哎、欸，那个音乐哦，你说把那个背景音乐关掉吗？哦，好，不好意思，我们背景音乐先关一下。那个张航现在要为大家现场演唱，不好意思。欸、等一下，那你现在是张航本人还是是小飞本人？我现在是张航本人。张航本人，对，好好。这是张航本人喜欢的歌。好好好，张航本人要唱。其实张航本人喜欢摇滚乐、重金属。真的哦。对。所以你最爱唱的？因为我以前的梦想其实是当乐团主唱。但是我声音实在是太轻柔了，没办法像老萧他们那样子。是，对。所以你现在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不用啊，我现在当你成为张航的时候，唱什么都可以了。要先试音哦、啊，不好意思，要先试音。都有，都有，都有。一边试就一边开嗓。那我就直接来了。好。要为我们唱的第一首想说的话有很多可是我不太会讲也许用唱的会更容易还能当作礼物送给你我只是想对你说我喜欢你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因为你会替我高兴偶尔会为我哭泣因为你从来不假装因为你拥有真心因为你是真的关心不是客套的回应我喜欢没什么特别的原因谢谢你唱不到不会啊干嘛不好意思你为什么要说不好意思谢谢大家唱得很好啊这样子唱一首、哦啊、下班了我不想再残害大家的不会没有没有你刚刚在唱的时候他们 按的就是爱心啊就我刚刚看到爱心满天飞耶真的吗真的真的谢谢谢谢不然你自己去刷刚刚的评价好紧张哦不用紧张啦你刚刚在唱的时候这边就咻飞出来都是红色的爱心谢谢大家而且是满满的这样把你整个这样铺天盖地的好谢谢那刚刚的歌是最近你特别爱的一首歌、嗯嗯、对因为我没事就是其实我蛮宅的，我在家我喜欢听一些 cover 那些歌手翻唱一些歌，然后就最近刚好听到这首歌原唱声音真的很空灵、很轻柔，然后就喜欢这首歌。是，对。那你要向原唱致敬一下，介绍一下他是谁？就是他叫做洪安妮，对，是是是，他最近他有来，有他今天，所以我刚刚听的，哎，之前有一个人在这里现场唱过，对这首，对对对。哦，你有看洪安妮来这里？因为我有都几乎都有看你的那个、啊、节目、啊。我看过他上，对，这样讲我会不好意思哎、欸。没有没有，这是基本的，对。啊、是是，那就是那你对今天你来这里有什么一些特殊的期待吗？特殊的期待？对啊，没有，就是我觉得我很开心，因为感觉是一个成就达成嘛，就是金安哥的节目，因为你一 Google 一打开安大明星来的来宾都是带着代表作，真的真的真的。有你今天就是一个有代表作的人，然后我们今天很开心，就是可以借由那个张航就是大名大放的初期，然后真的在这里就是共享你的荣耀这样子。谢谢谢谢。真的，最近就是人气大爆发，其实对表演工作者来说很重要的一种鼓舞，对不对？对啊，因为表演嘛，就是想要。给大众看的，对，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对自己来说，你自己严格来说，你自己出道到底多久？我其实今年算
第四年，对。然后之前我刚开始就是广告比较多，从广告开始，嗯、然后 MV 慢慢的有开始有电影的客串的角色，比如说我的少女时代，大家比较熟悉的。嗯。然后接下来就是也是一部网剧，那时候很开心跟余安、小乐还有沈建宏合作。嗯哼哼。对，然后一直到今天这一部是非。嗯哼哼。对。就这段时间，就是也用这个，这段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哦，小编说什么？哦，留言没有听过，对对对，所以我有叫张航有时候刷一下，而且大家麻烦你可以阅读一下，就是不是就朗读，说哎谁说了什么这样子，就是那种就是平台来的不用讲，然后就是个人的，有你熟悉的那个粉丝的回应他们一下这样子，他们有人可能是真的翘班，就未来留言让你看到。啊、如果有人说我比较打扰，你也帮我回应一下。还是你们有想知道什么特别想问我的问题？你认真，就是此刻开始剩下十分钟要回答这个事啊。好，大家想要知道什么事情，就现在张航说，这是開选择性回答。好，选择性回答。那第一个一定要先回答，有人问问题了吗？对啊，没人，他们也不想问，那我们就聊我们的。没有，你可不可以这样子？他们还没开始，我们这会有秒差。你这个，我们现在讲完的话，他们可能现在才看。你看，你在画面里面现在才在滑手机，你看，满都是爱心，有没有？嗯、这就是刚刚你在唱歌的时候状。快点，应该有人提问题了。他们把你叫得很可爱哎、欸。哦，对，他们帮我取，自己就一直大家都叫我航。真的哎、欸，行不行？行，就是你名字真的还不错、啊。然后我最近他们有提我一个问题，我在思考，就是问我说，粉粉的名字要叫什么？就是粉丝们哦，这还叫他们粉粉哦，就是粉丝、哦、很甜蜜哦。没事哦，你慢慢想，我们帮你出主意，因为我觉得你太红了，不能随便帮你想点子。快点啦，你赶快看一下啦，他有那么理想型喜欢怎样的人？哦，好吧，你就自己念了他的问题。欸、我告诉你，对啊，那你要回答，因为你都已经把那个题目说出来，这样不回答就不够意思。今天太自在，不行。没事啦，就来这里就要自在，我们这么熟了，对啊，来。其实我觉得个性，另一半的个性最重要，就是要正直，要正能量，要善良，然后。有对自己的人生有想法是最好的，嗯，对，然后就可以一起奋斗的那一种感觉。对啊，那我特别容易被一种，因为我刚刚说我很喜欢摇滚乐，是，然后我觉得那种会玩吉他，然后会有点摇滚的女生特别吸引人，就是说陈绮贞、哦、这一类，就是女神级的那个，对，好，对。自己刷啊，我们这样聊真的可以吗？你为什么不行？你现在讲什么都西，这是他们想要知道的啊。那办这个，这是说什么？喜欢的偶像，喜欢的偶像，喜欢的哦，对啊，那你喜欢的偶像是谁？偶像哦，很多哎、欸啊，就讲一个啊。好了，江常辉，好。哎，你不能这样子，我这样子、oh, 我这样代打，对我越出代跑，这样不对。你要，我只是要帮起个那个，担心有 dead air 这样而已。航什么？航航叫我们宝宝哦，叫他们宝宝，叫他们宝宝。那这样他就得到第一个，哎、欸，对啊，这样不行啦，他得到那个殊荣不可以。他赶快注册一下。对啊，他去注册了。宝宝是那个刚刚戴耳朵的那个。哎、欸，这一题很好回答，好我要抢答。好，你抢答，你说啊，你说。我喜欢的饮料很简单，就是奶茶。啊，是哦。然后还有要加糖吗？无糖咖啡。无糖奶茶要糖了、啊，但是其他奶茶要糖，那咖啡要无糖。因为我都把有糖的饮料的扣打都留给奶茶，然后其他都还要半糖、七分糖、微糖是两分、三分、一分。我都点最低就两分糖，两分糖、一分糖、无糖、两分糖、两分糖。那要鲜奶的还是奶精的？还是尽量喝鲜奶，但是比较贵。哦，鲜奶喝鲜奶比较贵。好，赶快看啦！啊，有啊，我在看啊，快点啦！品种的狗狗哦，我超喜欢柯基的。怎么了？因为柯基就腿很短啊，看起来又笨笨。因为狗看起来都笨笨的。哪会啊？没有吗？哪有狗？狗是看起来笨，但其实很聪明。对对，猫是看起来很聪明，然后其实更聪明。哎、欸，好像是，对，就是。所以，哎、欸，刚刚这样答完了吗？算吧。好吧，那快点。怎样？有看到喜欢想要回答的问题吗？行行出状元，什么啦？好了，快点，继续来。有了我的偶像、哦，不是还是什么？这题什么？为了你，我来回答刚刚的问题。好啊，
你干嘛这样？这里有新的那个不好回答的问题吗？你喜欢什么水果啦？水果我喜欢番茄。那喜欢什么颜色啊？颜色就是黑色、白色。番茄跟芒果，那没有芒果的季节你怎么办？就不吃水果了？就番茄啊。就番茄，番茄有一年四季吗？然后香蕉这几个基本的，哦、我其实不太吃水果。嗯，为什么？也没有为什么、啊就是。那悠悠怎么办？好、哦，没事。那悠悠有吃水果吗？悠悠他什么都吃，哦、好养。悠悠真的什么？悠悠都吃两碗饭了。对。是你是说真实人生的悠悠，还是那个是非人生的悠悠？真实人跟他都是啊。他很爱吃 啊真的吗？对啊，他一出镜也是在吃、啊，很可爱。天哪，小孩真的是难怪会长得这么……我最讨厌的食物是洋葱，然后就是有些店家的洋葱放的比较少嘛，然后还想以为别人看不出来有洋葱，但是他一端过来离我十公尺，我就可以闻到洋葱、哦。真的哦，所以那个跟你见面会的当天不能吃洋葱才去。就如果不想被我瞪的话，你为什么要瞪他？没有了，开玩笑的。你也是有个性啊，开玩笑的。吃洋葱人会被你那个没有赏一个白眼，没有。哎、欸，那你一边看，我们有一个那个梦想版哎、欸，好啊，大家应该也很想知道张航会为梦想写。哎、欸，我的笔嘞，哎、欸，笔不见了。不知道被我拿去哪里了。好、啊，你要一边看，你不要浪费时间、哦，这个我来就好了。对对对，快点。你会来就点一下，就是说嗨，我看到你了，嗨，我看到你的。哎、欸，我们会去高雄吗？我们会巡回吗？大家要求。天哪，他现在直接帮你们问工作人员呢？那请上粉丝专页，我帮你跟工作人员，然后安大明星也会帮你们跟那个他们。我们尽量争取啊，就巡回好不好？巡回巡回。对。什么叫我吗？豆芽菜其实我蛮爱吃的，尤其是铁板烧。张航的那个为梦想一下哦，我玩电动，我玩的蛮凶的，我是个宅男。哪个部分？就是我没事喜欢宅在家，然后追 Netflix 啊，然后就中上还可以的，还可以。奇怪，电动跟成绩有关系吗？啊，我是说那个打电动的成绩、啊哦哦、成绩哦，还蛮厉害 的、哦真的哦，因为我这个人。好胜心很强，我玩电动也是要玩到一个、就没有得冠军就是不放手。嗯，我之前有玩那个魔兽世界，然后我拿到一个非常稀有的称号。什么？欸，现在讲应该还好啦，没关系啦，就是叫战斗大师。我觉得有玩的应该就知道。哇，对啊对啊，我就很响亮。对，很想战斗大师很难得到，很难得到，他大概要花很长时间，然后接一些很难的任务。哇塞，那我是个宅男，不好意思。那后来战斗大师之后，你就就洗手不干这样。玩到一个，我喜欢在最好的时候收手，对不对？哦，就让它一直维持在那个。对，不然掉下来的时候你也怎么离开？不会，不会，不会。张航对梦想有什么定义啊？我觉得梦想就是你一边写啊，你就那个，你是左撇子，我是左撇子。哇，那这样我刚好不会干扰你写字哎。会上健身房吗？会啊，哦，但我有没有不是健身狂人？有没有男生跟你告白？我还真的怎样没遇过哎、欸、哦是哦好、那想要跟他告白就去留言有玩什么哎、欸、有哎、欸、有玩什么电玩已经回答过了我最近在玩 GTA 啦你们应该知道吧好喜欢推理电影跟动作片吗喜欢啊我超爱的啊哦真的哦特务片啊可是他很烧脑哎就是要烧脑哦好有玩太古达人吗是吗有这个游戏这我就不知道、欸啊、真的吗还是我看错了。有时有熬夜的习惯吗？为什么半夜都在按爱心？其实我平常都蛮早睡，就是这几天比较不知道为什么。哦，你字写好小啊，你写大一点啊！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会，你根本不好，你不要这样，我只是想要让他们看清楚。那你觉得要多大？哦、我就觉得你好，你怎样都对哦。我现在刚刚我说回我刚刚的话，I'm sorry。对啊，看来。张航是一个很有毅力的男人，是吗？算是吧，因为我是牡羊座的、啊。哦，真的、哦，牡羊座跟毅力有什么关系啊？牡羊座就是行动力。什么时候要推给星座的时候，就这件事情就敷衍了。没有，是真的。那你举一个有毅力的那个表现一下。很有毅力、哦、吗？突然要举，怎么举啊？但我觉得我就是那种抓着目标不会放手的、哦。他们说、哦，听说左撇子的人都很聪明哎。对啊，我也是这样觉得。喜欢什么零食？我送你洋葱，你会怎样？送我洋葱，我你会还他一个白眼？就看我不要帮你回答，我不要帮你回答。试试看他说：“请你试试看。”好，他说：“请你试试看。”好好好，写好了吗？写好了。他们线上大家也，那、啊、要签名。好，然后签名我签那么大。好，签很大啊。
签完了，哎，写一下日期啊。今天是白色情人节，2018的3月14。还有画个什么图吗？你把留很多白哎。好嘞。瞎画一通。不会啊。OK。好，那把你的梦想版拿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粉丝现在一定也很多人希望可以得到你的一些祝福。祝福大家，我觉得梦想就是要首先你自己做这件事的时候是要快乐，真的快乐的。而不是只是别人觉得你该做什么，是，然后你真的忠于自己，所以要快乐。嗯，然后你做这件事的时候，除了快乐之外，要踏实，你要一步一步的去理解它，以及理解你每一个人为什么想要做这些，走起来要很踏实。好，然后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勇敢，不顾别人的眼光，不管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就是勇敢的追下去。嗯，对。还行吗？啊，没有行不行的问题啊，你是张行，当然可以很行。不好意思，当然行，当然行。人家问，哎，真的问你什么都可以，哎，什么意思？行不行？行，行，因为是张行啊。好了，还不错。可以。哎，不好意思，帮我看一下那个自拍。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他以为现在的时间才是要自拍，在那个节目结束的此刻，嗯，就留下两张自拍之后，好，三张啦，好不好？好，作为今天那个开心的那个结尾。拍一下你现在的心情，自拍你现在此刻的心情。今天喜欢张航的人将会在那个他的那个专栏报道里面有看不完的张航的自拍。呀哈！你喜欢你五官的哪个部分？眼睛，喜欢眼睛。对，好，拍好了，好，还没，还没，还没。嗯，你要跟我拍一张吗？我们私下拍。好，好，很开心今天你来。好，谢谢。真的，然后希望那个你的见面会上有得到更多人那个现场去支持你。嗯，好，好吧，一定要来。4月14号，台北 Neo Studio。好，那希望就是接下来有更多的邀约，嗯，也欢迎来这边演戏。当然，当然，对对，希望希望有机会的话，嗯，好不好？谢谢你今天来的，从你上线到现在11000到13000，感谢你，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其实线上有很多喜欢你的人，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多人喜欢。好，谢谢，谢谢你，谢谢金安哥。没有没有，邀请来是我们的荣幸，是我荣幸。哦，一起，我们一起荣幸成就达成。好，嗯，那我们一起让喜欢的事情变得更美好。好，加油，加油，加油，我加油，一起加油，大家都需要加油。 okay, okay. 谢谢大家，下次安安大明星见。谢谢张航。